小偷戴着安全帽、口罩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土地公庙内，接着他盯上桌子下方的功德箱，拿出钓鱼线，反复粘黏，希望能将香油钱粘出来，还拿桌上的线香做辅助。得手之后，食髓知味，没多久又回来使用相同的手法，再偷一次。徒步方式，步行到土地公庙，依称无人的时候，以钓鱼的方式，在香油从香油桶里面。 偷取香油钱，警方调查，小偷在短时间内连偷了台中市区6间公庙，以钓鱼老梗偷窃香油钱，得手10000多元。透过监视器影像和小偷的作案车牌，顺利抓到嫌犯。但有公庙被偷怕了，还自制防盗小物和小偷对抗。啊，那个钱来，对吧？啊，这嘛被捏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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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钱就是在海面下骹，伊安那连拢连袂起来。 海绵包着铁片放进功德箱后，只要海绵弹开，就会盖住香油钱。小偷想偷也无法得逞。庙方说，年关将近，小偷居然也要拼年终，竟将歪脑筋动到神明身上，公庙只能自力救济，发明防盗小物，让小偷无法再得逞。记者韩志新、李云杰，台中采报道。